各位觀眾，中秋節又到啦噃！喺人月兩團圓嘅環境之下，等我 Ben Sir 去介紹另類嘅中秋。第一個鐘就是、中人個鐘，即係咁樣鐘，唔用腳嘅，就係咁鐘。咁第二個打人咧，頭先係拳打；第二個抽咧就係、是、腳踢啦，有腳踢同埋手打嘅咁嘅方式嘅。咁另外咧，抽咧我哋都有勁抽、有堅抽同埋打乒乓波嗰個拉抽啦咁樣。講到堅抽勁抽，咁究竟我本人有幾勁抽呢？咁介紹翻啦，本人歐陽偉豪咧就將會喺今個秋季就有一個個人節目 Ben Sir 學堂，就由9月25日起，逢星期日夜晚10:30就會同大家見面噶啦。祝各位中秋節前後快樂啊！仲有啊，嗰個節目咧係絕對代表個人立場嘅。